那我认为，如果我能够在导演椅上挂掉，那也叫做完美。不是，请教，不是这个问题啊，我是帮大家准备这个长寿，因为毕竟要活得久一点，那个钱才可以多还一点。这个长寿面，然后这个猪脚有点特别，就是我们用了脱骨猪脚，所以你在一吃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骨肉分离、哦，就像你现在是资深演员啊，每次都是脱稿演出。对，有长寿之欲。人到底要活多少岁？这个牵扯到一个问题，我要请教。不是这个问题啊，我是帮大家准备这个长寿，因为毕竟要活得久一点，那个钱才可以多还一点。凤哥，你不惜负债也要追逐的电影的梦，原因是什么？艺人，我没有办法转变行业了。这个年纪跟这个专长，我认为我不想退休。那在演过、在唱过、在主持过这么多东西里头，有一个东西是必须要我自己是必须要开发的，就是说故事的能力。周边接故事，路边通通都是故事。如果把这些串起来，那就是当导演。如果有一天能够在导演椅上，一边不管是 action 或是 camera 都挑剔，这叫适得其所嘛。哦，没有前辈郭金发老师，也就是庆余爷成名曲，小巴掌。嗯，碰，提，前后，因为他的告别式是整个是我录音的，只讲他的生平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我能够在导演椅上挂掉，那也叫做完美。